아, 난 한번 이렇게 떨어지고 와.
了，他是了，他是了。重连一直在重连，我重新退出这个软件了，太烫了，手机太烫了，不知道咋回事。
这个音乐他们那些全舞蹈的就跳不来了。车发来了吗？车发和那个选手，看他们谁高嘛？你看都差不多。哦，车发穿高跟鞋。有点热，32度，32，32 degrees。通报了 ，Tuesday, Wednesday, maybe 14 degrees。太热了。今天我看天气预报说，未来3天有可能到40度，37到40。估计深度不低。反正成都和重庆，成都以前没有40度，只有30到35度，就是因为三峡大坝的问题。去了之后呢，每年都40度。重庆也是啊。今天穿的比较那个啊，
哎呀，我说你们哪位？我来往清朝西亚都来的。哎，人太多了，我一跑开来了。开。对，零六年应该三十七八左右，反正现在三十年都三十了。为什么不来呢？听说他们，他知道这个地方有点挤，他名字叫有点拥挤，有点拥挤就不来。拥挤说今天这个地方有点拥挤，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说不来了。反正也不需要他出面，有他们有那处就已经够了。刘总找他来了。翁母没来，翁母说翁母在哪个地方？没看到翁母，没看到翁母来。翁母开序一般都在一起，开序都在后边没在一起，又在这出来，哎，咋回事？
西整个扶过来啊，你看直播你问他嘛，他知道现场有点挤，有点拥挤，这么情况又在重连军吧，哦走吧走吧走吧，贵气气的呵呵，这个直接至少重连了，知道正常吗？Thank you.
小老虎来到齐了啊！看看，让你们看看我们真正的三只小老虎。相机温度有点高啊，报警了。这就是三只小老虎的魅力，还有男人味啊，络腮胡，真的有男人味啊！真的，男人都羡慕他，男人羡慕你。就是跳啊噻，就看啊噻，耍啊噻。
错过这个。民族歌，他们来学的。啊，他们唱的。我刚才看那个有个小猴子，他那儿拍嘛，那儿拍视频。对，他们有100多个学员，117个，上年纪都是40、50岁的。你看嘛，喊我去那边，你多不多嘛？那边人都没有，我看过一趟，不管也不行。他说他到了，他说的。他把哪个了？他反正喜欢到那边啊，罗马去看。你把哪个来噻？要弄过来嘛？是啊，你看嘛，他问我在哪儿，晓得嘛？他在喊我去肖家河那个啥子加拉萨饭店，拉萨啊拉萨大酒店。我说那儿说我还在路上，我说的我还，我说我还在路上，我。今天跳舞好不好？又是耍去了。他今天来跳舞，他好久没来了，好久没来了。然后结果他又跑罗马去了。网络又不好，我们随时在打。那边人也不缺，然后他简直。哎呀，他这是不是那个？你要说就不去噻，你说就不去的那边。我说我来了，就是。我给别个拍个视频，然后我这儿就去播了，跳。第二是跳三十，第二是哪一种？这个其实，哎，是十三的。昨天你怎么？你看我们啥都不穿。12点，12点半，几点钟？哦哟，正常啊，那边凉快，本来就是。哎，这单就走了，还没走，还在穿线。你有点要30-40多。啊，就是嘛，我看你发的哈。啊。晚上还好，晚上要睡，今天好热，下午子。哎，高考是好久不说了？高考。7月，因为。不包哈，不包。那儿里头晒晒晒的，好。你不把你摸里面嘛？还有点摸里摸，你摸里面，你手摸嘛？热呀，有点热。好热呀，里面好热。哎。不包，不包。还有事就是继续包。哈哈哈哈哈。包嘛，包嘛，包嘛。